下面我们来示范一下双棍是如何向对方进攻的啊。那么我们看一下，下面双棍是如何对付群敌的。好，双棍对敌，当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，那我们以双棍对敌可以说是如虎添翼啊。为了避免两个多人向我们靠近，我们首先消灭他的这个底盘，首先攻击他的底盘的同时再击中他的要害，然后第二个敌人那在来的时候我们同时的挥棍，而打击的目标是敌人的要害。好，关于双棍击下打上或击上打下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当对手群敌从多个角度向我进攻的时候，向我逼近的时候，那我们双手所持的两节棍要同时向各个角度进行连击，两节棍要可上可下，而两个棍法可以是不一样的啊。所以说这个难度是对施展两节棍的难度是比较大，而连击的时候，而做连击的打法尤其需要我们使用两节棍的技巧。好，下面我们看一下他们的练习。像我们逼近的赤手空拳的群敌啊，我们这个时候要充分发挥我们两节棍的优势，尤其是双两节棍，我们可以同时的向各个角度击打。说这个情况下我们要迅速的移向我们第一个打击，我们首次打击一定要先打靠前的或者是为首的实力最强的，看准时机啊进行左右连击。那么这个时机是有也在于我们自己创造，要制造这个战机。在我们打第一个目标的时候要同时考虑第二个目标第三个目标啊。所以两节棍的挥舞一定要配合得当。下面我讲一下双手持两节棍攻守结合的战术和打法。那么说我们在攻击一侧的时候，而另一侧的敌人较远，那我们就挥动两节棍把他们阻止在封锁在我们的圈外啊。当我们击中一侧的时候，或将一侧的敌人打击溃的时候，那我们再回过头来进攻另一方的敌人。好，下面看一下他们的练习。开始。我们进攻一侧的敌人的时候，
啊，我们的棍法，我们左手的棍法要随时保持防御状态，那么就是挥动，挥动我们的步伐，挥动我们的棍法，棍啊，使我们的棍能造成另外一方的对手不轻易进犯，和我们这个技巧有在于长期训练。因为我们的视线，我们的周边视线没有，不能看到身后的所有敌人，那么我们的棍子就起到我们这个盾牌的作用，啊，使后面的敌人啊不敢轻易进攻，而当他进攻的时候，我们手持的两节棍有可能被对手所抢夺，或者是来不及施展打击的技术，啊，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来不及反应，那么我们左手的两节棍来不及向对手还击，那我们要用右手的棍子向对手向这个后面的敌人施以猛烈的打击，啊，打击的力度一定要狠，啊，最好是击中要害。这个棍子的责任是要打出去，啊，不要有所顾虑，啊，不要犹豫不决。下面我们介绍一下虚实相生的打法。当一个以上的敌人向我们进攻的时候，我们以一条棍去欺骗对手，啊，去虚晃的目的是在于扰乱对手不知道我们的攻击意图何在，啊，这个情况下对手也可能因为我们的手持双棍而产生恐惧感，那么我们就可以趁他们反应迟钝的时候，观察的时候，惊慌的时候，啊，我们趁机挥棍向对手给予猛击。因为同时有力的击打两个以上的目标是比较困难的啊，比如可能顾此失彼，所以说我们在为了牵制住敌人又不让敌人一起向我们猛攻，那我们就要虚张声势也好，虚实相生也好，去做虚招，根据对手的反应快慢，我们进行出招。如果对手反应过于灵敏，那么说明他很惧怕。哎，这个情况下，那他就来不及，同时来不及进行，那么他就不会同时对我们造成威胁进行反击。那么这个时候，我们另一条两节棍就可以向另外一个目标发起进攻，而达到我们的虚实相生的目的。好，这个问题我们先介绍到这里，下面我们讲示一下重创战术，重创打法。那么当敌人进入我们的攻击范围，我们突然的向对手发起一次进攻，同时第二次递进进攻，那么就会导致对手一败涂地。说重创战术是要两棍联合攻击，速度非常紧凑，啊，打法直中要害。下面我们看一下他们的演练。
重创战术啊，重创打法呀，我们是要针对一个目标啊进行重创，对方向我进攻，然后对手向我进攻的时候，哎呀，这一对手向我进攻，我是以重创向他要害部位进行连续重创，哎，哈呼，砰大，重创战术是要挥击双棍，向对手同时或紧密的猛攻，啊，轰！重创打法要一气呵成，以最快、最狠、最有力的打击将对手制服。当对手如果持气、持短气，或者是赤手向我突然进攻的时候，我们来不及收，我们来不及用棍挥击，那么我们只能是用合棍啊来阻击对手的进攻，同时予以打击。那么当这种情况下，后面的援军增援部队会很快的同时甚至从同时向我们逼近，那么我们迅速转身给予重创，哎，迅速转身给予重创。因为每一个两节棍杀伤力度要强于我们的拳脚无数倍，所以说我们以棍带拳带掌向对手的要害发起攻击，肯定是能够起到重创作用的。Just injury.